有查囝囝婿替你拍拼事业，真受人欣赏。你免欣赏，你本来嘛有诶啊。好啦，无以后着各人做各人诶，咱共款是朋友。大家着遮合约行，恁提早天成的土地，着好好甲阮合作开发这个 BOT 案啊。吴小姐啊，这代志无啥物单纯啦，咱爱找一个合理的做法。事实上，就是这个标案哦，顶天新时代做袂起，干那去拖累大家尔。哪咧？你去投标啊？啊，就参像之前安尼，用足低足低计数去骗工程。谁知影？你用这么低计数，是当做啥出来？好觉当然会压低些计数来完成这工程，啊，有什么意义？谁人你买直接放弃掉啊？那是照英辉甲阿伟之前的计划吼，阮已经甲医生压甲伤低啊，啊，阮若是拍死无退，啊，好些都恐惊爱了钱才有可能得标吼。啊，你知影这钱歹赚嘛，所以你按算都叫阮退出。啊！你真正廖春讲，这个兄弟的人拢干到戆戆西啊！哈，为了要让你好赚，哦，阮两个皮阿帮的，甲土地半买半相送，哈、啊，讲什你有这种讲法的啊？你根本是咧抢劫！无安尼啦，咱来讲条件。条件就是，恁赶快伫咧胖企业做哦，袂受到错误的影响。错文，什么错文？阮田新波真好错文啊！等下你在的时阵已经袂好啊！敢讲你有想要用韩海啦、创康啊、去交什么啊？那像这个周志豪啊，顶个那韩海高德建设吼，工人大楼的瓷砖倒来伤着人啊！哎，啊，这个是啊，搁要想要来这个是吧？可当的，我给你考考。卖遐尼想袂开啦！阿辉，你当初土地卖掉，卖紧赚一条啊！那都一定要赚钱嘞。这人的命格拢是注好好的，就算讲恁拖到尾啊，结果嘛是一种小事的尔。会因为是到恁查某囝这代哦，当然算是进步啊。要被扩充转型，这是别了讲。啊，不如。将这金钱甲时间拢留落来，好好享受人生，安尼话使人轻松嘞。你嘛会当去退休啊？啊，规工吃喝玩乐，我好难轻松啊。你是安怎要甲江若楠做伙做飘零时的代志啊？为你这利害关系，我拢分析互恁听。假使你也是坚持要互先生继承你的财产，就像要互伊驶一台大车，啊，伊袂晓驶，到尾嘛是同款败了了啊。啊！不过你若是让予我，就等于是让浩宇，对他来讲，我全部损失了。我让予你，等于是让予浩宇。我想问你，这句话你敢讲？浩宇都唔敢听咧。可惜你较像查某囝，完全无想要给浩宇机会嘛。啊，那恁话无啥物好讲的。所以你都想要花茶的走啊？降低个天性，自然出出脚了。我伫内面哦，听到火啊，拢夹起来。这江若楠真正有个阿爸的，伊是听无人话呢啊！先卖讲哦，伊要用真假介绍去抢标案啦。伊根本就认定哦，迄浩宇一定是你这妈妈，啊，无是向我伊自信啦啊！国长啊！啊！你不是讲你甲公爵有计划，要我将我能主动退出？看要安怎做，我全力配合，吼！我真啊多谢你。别客气啦，迄公爵哦，啊都变神啊出新的啦，哦！啊伊这摆哦，嘛是为了浩宇才用这招。啊，阮哦，已经把这钓鱼弹出去啊，
啊，就看江若楠是不是会接你啊？什么叫你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葛大，你说的很清楚，我听得很模糊。那就对了。想想对对，回忆连连，相逢有的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。